我是观光列车长的2011年5月8号，台北捷运松安新田线南京复兴站7:03所拍摄的是土星店，还有新店的 C37 型之376 332331编组。我刚念香港港直接哈。怎么刚没上班了？C37型资产系列332331备注了，刚亮相刚刚时间哈，在南京复兴站驶离了。好了，谢谢哥哥，我小明哥嘛，咱们多多对我们大家玩片。有310次哦，土新店310次，还往新店。高亮雄刚刚完事，就在南京复兴站已经驶离了。啊，这是周末的南京复兴，我都要走，啊，先赶快走，走，就这样，拜拜。